宜兰的友爱百货大楼外的墙面疑似受到台风影响，在经过一夜的风吹雨打后，瓷砖散落一地，可以看到马路上满满的碎瓷砖，甚至占用整个车道。远景获报后也赶往现场拉起封锁线，就怕又有民众靠近会发生危险。这起意外发生在24号清晨5点，当时还有一名阿嬷路过，差一点就被瓷砖给砸伤，让她吓了好大一跳。所幸最后没有人受伤。带您来听一段最新访问。听到声音差不多在几点的时阵？应该是差不多5点左右。5点的左右听到嘣一声。哦。哎，阿姨他说。嘣一声，我等你做一下那个毛。我看嘛，我看是当。厂商接获消息后也紧急派人前往现场，先清出一个车道让车辆能正常通行，不过也呼吁民众暂时不要靠近，以免发生危险。